欢迎来到问答挑战赛，待会请用举手回答问题，若答案是选项一请举右手，若答案是选项二请举左手，若答案是选项三请举双手。如果你已经了解答题的方式的话，请举右手。第一题，风筝是一种传统玩意，请问风筝利用的原理和哪一种物品相同？第一题的答案是选项二，帆船。第二题，我们可以利用空气的特性进行哪一种活动？第二题的答案是选项三，吹泡泡。第三题，秋天到了，风从西边吹来，树叶会飘向哪个方向呢？第三题的答案是选项一，东方。第四题，下面选项中关于空气的特性哪一个叙述是错的？第四题的答案是选项二，空气是白色的。第五题，下面选项中哪一种方法可以知道食盐溶解在水中？第五题的答案是选项二，尝水的味道。